主要是为了光明商圈，也老不会繁荣啊哈，因为了生意非常好，银行啊、店么、串摊非常多的了老不，大伯为了天下不方便，所以我都了不都了将了天下窗来共厂来试过。目前的景图啊是超前，疫情的蔓延的九月份可以完全的完工，然后完工以后有360米天下位，比原来也多出3.5台。所以航班那条光明商圈，那条鸟，那条会吃东西的人啊，天差非常方便，没问题。同时，因两天差从身头系因文化区嘅，佮用嚟图书馆、饮食馆，韩国嘅用嚟演艺厅，佮都抢唔到了大部分。所以，要为说航班系因特别是地位都系一非常精华的地区哈，对因特别来讲，可以提供我非常好一家服务嘅为说哈。